神探还认得出来我吗？你穿这样干嘛呀？哎，不是你给我布置的任务去拍鸟吗？啊，我都给忘了。你这身儿看着还凑合，但是你光形似没用，你得神似。这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就我这身行头，你说神似不？哦，对了，我还准备了很多照片。什么照片？哎，给你看。哦，看见了。哎，我真的做了很多功课，你看，我弄了好多照片。我看见了，看见了，我知道了。你不会是怕鸟吧？长征，怪不得上次你在红树林一提到鸟，你就表情奇怪。这，你不会是真的怕鸟吧？哎，你看有什么怕的，多可爱呀！这个，你看，你看，哎，小时候被鸡捉过啊，看见带羽毛的尖嘴的就害怕。成吧，别烦我了，行吗？为什么你会被鸡给捉过呀？为什么捉你？问鸡去，我哪知道啊？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身边好几个朋友小的时候全被鸡啄过，这鸡专门啄小男孩的小丁丁。你快忙你的去吧。真的是不是我看见过？你看见个屁！你像个丁丁。长征，你不会就是被啄？哎呦，笑死了！干不干活了？告辞。